石头和肉一大弄出来。这个人得蹲下去，不然这个地方好晃。来了，出来，出来了！这里没动，没事，这里没动。哈哈哈！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！哇，怎么脚这么小呢？哇，是母的！你看，这卧了半年了，都黑的，全黑的。你看，最起码半斤。这么大了，我得看看有没有红，我不知道，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红的，看看胖不胖，全满的，母的全满的，这一斤啊，最起码的一200块左右，要不然不卖。这个东西往底下，人要趴下去的，背篓不好弄。不是，我还有螃蟹，肯定是两块石头给连在一起的，好像会动。不是，不是。里面有螃蟹，我刚才勾呀，它掉进去，这里不好勾，我把门口给堵了。都是小螃蟹。现在来了，螃蟹脚露出来了。来，哇，这一只是公的，比刚才那只小一点，也不一定，这脚大，这脚大，看着挺沉的。你看，拔起来。没空，螺倒是挺多的，现在没空去找螺了。这都是螺。这一个石头抬回去会吃几天啊？但是海蛎、海瓜子什么都有。就领了两只螃蟹，一些螺，没了。公蟹一只，母蟹一只，没了。这一点的螺，没了。走，